地主话讲，用青石老虎出生甲来历，请鬼庙指示。你爱知影老虎的出生甲来历，师傅今嘛就甲你讲，伊是修炼1500年，法力极为高强，你毋是对手，千万袂用正面甲伊反目，你爱暗中设法除掉伊。师父就给你看老虎的本相。撇子，我知影这张皮，你若是看到一半，就会忍不住为着撇文的心而痛哭失声。我身在贱地，无法度通安慰你，只好在皮上放你看较开一点。撇文的尸体，我已经把安葬在五台山下，等候流血、肃清、凯旋的时阵。我一定会设法，主将伊的骨骸，把伊送倒转去，安葬在蒋家的祖墓呀。并无病死，五军的英勇，甲奋不顾身的精神，已经使流血送胆。目前，咱已经收复五台，甲定襄两地。铁柱，你毋是一个平凡的女子。当初，你为要让我安心出征，伫咧送我上路的时阵，你竟然无流落一点仔目屎。所以，我相信。撇文的死，你也一定会当金主悲伤，予咱化悲痛为力量，西将琉球造灭。伤心啊，差一点仔就昏去，我已经受苦啊，伤心啊无路用，即马唯一的盼望，流血炸平，予咱大家会当过着太平安乐的日子。对啦，安尼唔才对。阿华叔。听讲，你伫咧为军事防止的军营，我想要甲你斗三工，会用的无？当然嘛会用的，也毋过真忝哦。我唔惊忝，想用，等到会收到票本。好啦，啊无
稍等下，我就送一杯布料来给你吼。对啊，佩珠啊，呀，你一个人孤孤单单，敢会做无伴的？撇文的离婚书，敢会是你的心吗？你会使接袂来跟你做伴？正常，你去行行嘞，我心肝会较开无。免来，逐天拢在屋踮在厝内底，忧头苦面。撇无人死，撇主一定真艰苦。你若去，嘛通好去家小苦劝一下。要哪呢哦？阿娘来去给你准备一下，明仔载去透早叫四名的家人送你去光临府。什么人？伊是花姑啦。要拿阮这位花姑在这个光临府这个地头吼，伊的面子吼，讲偌大就是偌大啦。啊，恁来到这撞到伊吼，恁当然爱闪开互伊个啊。笑话啊嘿！我这条路啊，也毋是恁家买啊，谁哪会分享？我管你回顾还是超过，唔闪就是唔闪。啥？你敢唔闪哦？紧甲我闪！唔闪，唔闪，唔闪。啥？哎呦，明明是要甲我热死！哎，哎呦，卢公子啊，哪会让你拄好撞到你？哎呦，你来真拄好，拜托你啦！啊，紧替阮华哥来。你嫁是这个查某鬼啊，出来吼！德公子啊，是你呀、啊！哎呦，德公子，你哪来这？我呢？你讲，德公子，德公子，本来。你跟伊有想法了？嗯，
你讲呢？恁乃这个江宁府呢？阮姑娘若想要来就来，敢着爱你管？乐公主，既然恁还是卖淫，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认你先管。好说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咱吼看在乐公主的金面，咱先回，吼。乐公主啊，阮吼就住伫西街遐。张姑娘遇到啦，哎呦，英哦，我来去坐坐呢。嗯，嘿，行。是啊，啊都啊去赴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啦！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啊，我这一罐安尼啊咧，啊讲安尼头晕目啊，哎呦老了，酒量倒退啊！真哩，啊既然你都醉了，你搁来人间创啥物啦？哇，一人。袂放心啊！你，今日你尽管食袂过，你来吼，就你下凡来，我都无人通跟我行棋啊！我无棋盘，今仔日又搁机缘惹起来，想要行一半，来，大龙，棋盘推出，咱来拼对局啊！别规矩啊！好，真灵。我今仔有代志咧，无用，袂当甲你行。嗯，连工咧，吼。嗯。真灵啊！啊，皇帝时刻。好好好，我先去背咯。哎呦，哎，走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你。去啊！我来疼死我。哎呦，偏偏。真灵啊！是嘞，是嘞。起来！我都唔知道，你伫遐，进来。春姐。那就差多点了，后尾去春姐。要过一输啦。嗯。啊，这地盘我啉。嗯。真灵啊！嗯。我来问你一下。嗯。问啥？恁公主吼，啊是怎样啊？伊无用嘞，哈！哦，伊哦，伊足无用诶。什么代志？伊确实啊，足无用。代话。伊即马吼，去变化做主先客对无？啊，伫咧替官兵咧掠遐个贼扣咧，
啊，还阁有嘞哦，还阁咧行善救人，啊，免讲嘛无用。啊，这代志我知啦。啊，你知啊？你不讲啊？我是关心蛇龙君迄个风流形象，今日下过去爱到多一家人的姑娘啦。啊呀，呀个，阻挡阻挡到伊的行道啦。哦，这哦。系啦，系啦，哎。那这哦，要了吃道理哦，较受影。如果爱真侪查某，有影无啊？你甲讲，伊爱着啥物啦？哈？你还知哦？公主心事虽不讲，我理应看透伊心。林兄小玉着青龙，乔装起正怕玉红。哎，唔吃快，唔吃快，唔吃。也有一位大美人，公主。情意真，风名情人咋知影？算我也来风铃声。哎呀，大事不妙啊！情人万千叫不妙，娇娇情丝就往公主了，风名我孤艳如妖。华姑，华姑，罗虎子该嫁爱啊，嫁爱。哎呦，你煞唔知阮公主啊，一生来就是阮多情的人，对不？伊大家嘛拢真心的爱。哦真心的爱，就是啊！我好真心，我好真心。唉，如何见家得又无分？好，之后伊的代志吼，我无要管管。无要管管，无要管管，别管别管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金玲啊，你的头壳真硬，你的头壳真硬。哎呦！你比表较定，打我啦！也是酒醉啦。干不干啊？门伫倒位啊？你家啦，你家啦。啊，对呀。我家。嗯。真心色，真心色，啊，气一下，那嘴就要喷一下，喷一下啦。老古锥啊，老古锥，吼、哦，迄几步吼、哦，我嘛会晓，吹细细念念念，要镜头压压嘞，啊，就甲蹲落，吼、哦，我嘛会，一记就甲嗨落，甲摔落，啊，我白话啊，我头壳开花啊啦，我，啊，我本来就时间性个，但是嘛，佫弄一下。箱子还袂完全好，你哪能出来家哩？我只有在家等你，才有法度甲你亲谈吗？这风真大，啊，我又搁有代志要无闲。你先回去，啊，若有啥物代志，咱另讲再搁讲嘛。陆公主，陆公主，你肯帮忙我将杨虎瑞丹家夺倒转来，这是人情。我会真感激你。你若是唔肯帮忙我，也是你的本分。我绝对袂去过分你。也毋过，你袂用个将我淡淡的条家不闻不问啊！陆公主，你到底要帮忙我无？你坦白甲我讲一句话。这
拄只我拢有看过呀，这个所在拢总无人。你若有啥物话，做你尽量讲，无要紧。玉凤，我都答应过讲，要帮助你夺回瑞丹，我要哪会失言呢？公主。就知影，花姑就是才秀英好的姊妹，无唔对。英好高扎，路边看风景，又一样美艳姿。干脆一梦来打尽林段地歌一笔相情，原来你跟官方有联系。老实说，我就是主线客。帮助你夺回瑞丹，这是事实。帮助官方在格连府出哪干事，这是公事。咱应该成功地求输，你想安尼对？这方镜头，我送你转来去。